贺涵来香港找过，那是公司派他去的。您自作多情，你不会真以为贺涵这么多年都为您守身如玉吧？即使你们不能挣到很多的钱，也要让大家感觉到家庭氛围特别好。罗子君与丈夫白光夫妻感情不和，罗子君更是花钱如流水。你搞这么个狗啃的好，煽风点火，还扯到我和子君身上来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综合台《我的前半生》。